晚安，在当机。晚安，大家。我今天也是一直讲，我不知道什么，最近的头发都会如此的外翘。对啊，我不是，我一直以为是早上十点，我真的一直以为早上十点，但是我去看了直播表，然后发现，我是晚上八点。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种不用早起赞啦的感觉。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可是我晚上蛮常有事情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这次也是填了早上十点，但殊不知我竟然是填晚上，晚上八点，真的是很开心。谢谢当时的自己，然后我今天不用早起。忘到我西都怪你，而且很热哎。要不要开冷气这样的法？开！我要开一下冷气，太热了。今天有那个耶，我今天有记得设定，你看我这里长痘痘，我今天什么？我今天有记得设定那个活动，我有设定让你动起来的活动，今天是有设定的，我很棒，谢谢小一的枫叶跟小阿公的枫叶，感谢小一生日快乐。咆哮，咆哮似的喧嚣。谢谢勇哥的枫叶，跟普拉斯的力量训练，跟勇哥的枫叶，感谢。我很棒，我有记得设定活动。我也是一个已知用活的人了。怕你们说这个世界有太多起点，太多危险。谢谢小阿公的力量训练，跟大家说，大家记得去购买我的生血针，其实是一个七夕的概念。我以为他在七夕的时候放，但结果我居然没有在七夕的时候放，没有关系，那就是一个七夕概念的生血针。然后我第一次穿上了那个王子的衣服，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穿上，因为其实好像可以选，那个时候他就有先调查我们。个人的意愿就是比较想要穿公主的衣服，还是比较想要穿王子的衣服，但是呢不一定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通常呢都是选王子的人，选公主的人会被调来王子，因为应该是比较多人选公主的样子，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穿过，所以就选了王子。应该是蛮多人，大多数的应该是选公主比较多。谢谢 Miso 的一封信跟 Talon 的缘分相遇。没有，因为大家已经看过我穿王子啦，然后我也拍了蛮多照了吧，就是穿王子那一件。不是公主，就是你们知道吗？说穿王子跟说穿逆转的王子殿下是不同的歌，真的是很容易搞混。说奇迹好了。王子的衣服，王子的衣服有三套。对，很错乱嘞，就是你会不知道，王子的衣服到底是哪一个？王子的衣服到底是王子的衣服，到底是奇迹的衣服，还是逆转的王子殿下的王子的衣服？谢谢 YC 的续费，感谢你。谢谢 Miso 的行李箱。对，真的会错乱。
反正呢，我是第一次穿上了奇迹的衣服。然后呢，其实奇迹的衣服也算是一个手机照片丢失，所以那个照片是用姐姐的相机拍的，真是非常感谢姐姐那个时候的相机又帮我拍这件。但是呢，快没了，我又快要没照片了，好不好？我大概还只能发一篇，我现在一篇可以发了，我现在剩下一篇可以发。谢谢 YC 的行李箱。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就是要拍新的生写真嘛，然后姐姐那个工作人员姐姐就跟我创了一个赖相簿，叫做，等一下我看那个赖相簿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对吧，真的会搞混。他创了一个赖相簿的名字叫做没有照片时的救命单。对，没有照片时的救命单。然后我就说，姐姐，那我也把我自己手机的照片放在里面，所以我现在是无敌的状态，好不好？就是这个相簿里面呢，现在有姐姐相机拍的照片，然后又有我手机拍的照片，所以呢，我这手机弄丢都没有关系了，我的照片已经好好的放在相簿里面了，我现在是无敌状态，真是快乐。无敌状态啊，大家不用怕手机弄丢了。对，云端概念。哒哒哒哒哒。手机能不弄丢是更好的，没有错，没有错啦。对，深写救星。哎，今天是猫咪日，因为我看 Google， 就是你今天 Google 打猫跟狗，就会有那个掌印，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按，就很可爱。我刚刚讲什么很可爱，很可爱，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可爱。我今天晚餐要去买小笼包吃。但是那些小笼包的皮超厚，就是那些小笼包长得跟水煎包一样，这真的是薄到一个不行耶，所以我就分了一颗给张爸爸，因为那个真的是皮超级厚，就是长得跟小笼包长得跟水煎包一样。今天不是好像听说今天是懒人日，没错，那我先关播了大家。不会啦，我的懒人日就是开直播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看我真诚的笑容，谢谢小阿光的枫叶。对呀，它这个菜真的超大颗，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它的皮很厚，然后你吃起来就会超级爆爆。虽然我不知道这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可以躺着播，真的假的？谢谢苦艺术的枫叶。我当然是喜欢薄皮的啊，薄皮的最好吃了。厚皮的其实还好吧，没有很好吃。厚皮就是水煎包啊，厚皮就不是小笼包，好不好？谢谢草莓酱的猫咪日，感谢。今天那个诗人帮我们分享了勾脑，但是呢，他打成那个嘛，就是他。就算有再多大雨打在你的面孔，他打了；就算有再多大梁打在你的面孔，然后我就回他说：“为到底为什么是大梁？”然后他又说：“是因为就是复制那用什么截图，然后复制文字复制错了。”然后我就去查大梁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发现大梁是古代中三两叫做一大梁。哦，长知识啊！三两叫做一大两，所以如果被大两打在脸上，感觉有点痛的感觉。就
就是要再用大，哎、欸，有一种那种致富的感觉，对不对？再多大两把在你的面孔，哦，直接致富，直接变得超有钱吧，大家。你会用大梁吗？我是没有大梁吧，我有大梁可以用吗？有没有市场什么花絮片段？但是有啊，超多好不好？反正是花絮发不完，所以大家有发现我最近就是每天 po 一个录音花絮。你从录音开始好不好？每天放一个录音花絮。大家不觉得邱品涵很适合这首歌吗？意外的，对吧？因为大家对邱品涵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可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意外的蛮适合这首歌的。谢谢方的枫叶跟刘振谷的枫叶。哎、啊，我最近发票中200块。啊，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 Go Now 的我自己剪的最初版的 MV， 这个 MV 是在五月多的时候完成的一个 MV。然后呢，不能用的原因是。就是城，哎、欸，不是城下，就是那什么来着？铁路局不能有商业用的发射、拍摄、发射这样发射火箭哦。铁路局那边不可以商业用拍摄，所以不能上传到 YouTube。所以呢，我现在就是非商业、非，对我现在跟大家非商业用分享。大家在这四分，哎、欸，两分钟。但在这两分钟内先不要丢礼物好不好，我们这个是非商业用途纯分享发射 Go Now。 因为我跟你们讲真的是剪得很好、哦、自己讲，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剪得蛮好，就是不跟大家分享觉得蛮可惜。所以呢，其实我原本是没有要剪绿草地的那个影片，是因为呢有太多片段最后没有办法用，然后就变成现在新版大家看到那个 Go Now 嘛。其实绿草地很多片段我原本是为了 Go Now 这首歌去拍的，但是因为 Go Now 这首歌的 MV 不能，就是要换一个现在成员版的嘛，所以呢我就想说、哦、那就把这些片段加加减减拼拼凑凑，然后就丢到绿草地那边去。哦，是不是很棒？因为 YT 有那个呀、啊、广告就算有商业化。对啊，铁路局的商业拍摄要申请，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没有申请的人。但是我有特别上网看，就是如果你是自留，就是自己纪念用的话，他是不会去管的。跟大家分享，大家不要丢礼物哦，我现在是非商业用的分享，非商用分享，大家不要丢礼物。好小声，笑死！他已经最大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的，很小声。哦，对了，这杰星版的，笑死，忘记了，不小心先帮杰星铺路了他的 demo 版。好玩吗？拍戏？木兰，木兰，木兰。你要直播？好欸，大家都要直播。对，就是 demo 版。但我是帮林杰星报了他的 demo 版，算了，没差了，他会原谅我的。然后后面就大家在 IG 上有 po 的，就是这一段。
低音质版哎，他自己会再换一个高音质版。好，大家后面就看过了。哦，他直播放过，那就没差。我以为他没有放过。对吗？好，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回归正常直播模式。直播不过没差。Sorry， 被发现我没有看林杰森的直播，对不起宝，对不起结晶宝。我们最近都在互相情绪勒索，我们最近在互相训练对方情绪勒索，以及什么，以及如何制服对方的情绪勒索。好，谢谢浩宇的掌声鼓励了 ，YC 的枫叶跟 Gabi 的枫叶跟方的枫叶，就是对付情勒从你我开始。跟大家分享最近我跟林杰星的对话是什么，他就很喜欢回我的现实动态，男太喜欢回真假，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真假，反正他从、他第二次回我真假，我就不知道要回什么了，我就没有回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你就已读我啊，我要敏感咯。然后我就回他说，对不起宝，我最爱你了，但我觉得你回真假真的很奇怪，看起来很像敷衍，你懂吗？然后他就回说，真假有吗？然后我就回他说，你看你回复现实都回真假，第二次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了。然后他就回说，好吧，对不起宝，不耍公主了。然后我就说，成功制服情勒，情勒远离我。然后他就说，情勒初体验，第一次情勒别人。然后呢，我今天又 po 了邱秉涵的那个嘛，他录狗脑的小花絮，然后他回那个花絮回说，真假，然后我就回他说，你看为什么你要敷衍我，这么做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然后他就回说，我只是回个真假而已，敏感了。我就说，那宝，你希望我回你什么？你竟然说我敏感。然后他就说，好，笑死，接不下去了，你赢了。恭喜大家离情勒仔的路上又更加进步。我们都成为情勒大师。我们的友情只得到一句真假吗？真假？太对，是我胜利，我成功制服情勒，谢谢大家。真假是很假，真假就是真的假的的缩写吧？真假。谢 Rapper 的幸运四叶草跟小狗的枫叶。阿玛提拉阿玛西里沙耶。这背景真假？你说这背景是假的？你在说它是假的？看这个阴影，你觉得这背景是假的吗？你在说，有人懂吗？谢 Cake 的缘分相遇，乱讲，真假乱讲，这背景太假了。你在说，没有石头哎、欸，真的是没有石头，真假，拿铁锤打破。八八八八八八八，只好撞撞看，是没有关系，我的头还没有跟石头一样如此的坚硬，但是呢，我拥有一颗强壮的心灵，我拥有一颗强壮的心灵。这背景太假了，真假。我这是往后跑，我已经到最后面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再往后跑了，这已经是一堵墙壁。哇，我居然用到一堵墙壁这么艰深的量子，强化玻璃心。我的头是真的，送给你看，看会不会流血，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要，太恐怖了吧。我拥有一颗强化玻璃心，
强化玻璃心啊，什么东西？好文言，对，请对真假两字做出申论。真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的意思，还是假的的意思？真的假的，究竟又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申论的一个问题。强化玻璃心，碎了就是整块。哎呀，好像很有道理。刚好台好像已经堵起来，太刚好了吧？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五几点？我不知道几点，等一下是几点？这礼拜五几点来着？什么？几点啊？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让他考的来群组，真真假假。什么时候？花多久？6:30到7:10哦，那么短，40分钟而已。大家，拜个，拜个的暗时6:30到7:10，伫咧公司台语台的名册。有修行的迄一天的啥物啊 ？Life Deeper， 无毋对，有挂，大家会当去公司台语台的名册收看，赞。而且听讲会有抽奖，大家会当去参加抽奖。我们就是讲台语，因为是伫咧公司台语台的台语台的名册。谢谢苦水枫叶，名册怎么了吗？名册怎么了吗？有你无唔对，有我。哒哒哒哒哒哒。超你那天做的菜吗？哦，茶。我想说那天做什么菜？做茶没有，不是。其实我也还没有看过抽奖内容是什么，但反正好像会有抽奖的样子。没有，不是手做茶。可以查关注枫叶，怎么大家可以留一下？哎，最近真的是突然一个大爆忙哎，而且7月很闲哎。我觉得7月的时候好闲哦，然后闲到我还去报名了中山的课程哎，然后现在突然一个大爆忙，怎么了？每天都有事哎，是真的每天都有事哎。有一次高云爵也是每天都有事，张法法每天都有事，大家都每天都有事。没有手做茶，没有，大家是只想要抽手做茶是不是？上课结束很久啦，8月，哎，什么时候结束了？7月底就结束了。还没有，还没有去考，最近还在，我还在读这本呢、啊，我还没有读完。哦，原来啊，考大家，随便考大家。请问食物保存的温度，危险温度是几度到几度？食物保存的危险温度是几度到几度？7到60度啊，哇，好难哦，好难哦，真是要背耶。什么时候考试？但是还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大家直接去赌场赌场哦。我说去考场赌人，说去赌场，去赌场赌人。我们去赌场。特级厨师食谱没有，是笔试的内容。
考试诀窍，坚平问什么？答我的答案跟想当家一样。坚平会问哦，坚平会问话，坚平问话，我不知道坚平会问话。去赌场考人，听起来超恐怖的吧？去赌场考人，对，差点失也没事。跟大家分享一个，餐厅厨房设计的时候，厕所的位置至少要远离厨房多远才可以？多远？1.5公尺，跟我们现在防疫的距离是一样的、啊，非常安全的一个1.5公尺的距离。真假的？煎饼找你麻烦，然后你回到你的答案跟小当家一样吗？你确定这样他要给你过？怎么那么酷？1.5公尺。而且我今天还学到一个，他说霉菌的毒素最容易存在于哪一类？一是家禽类，二是鱼贝类，三是骨类，然后四是内脏类，然后答案是骨类，就是那种稻谷、谷物的那种谷类。然后你们知道什么记得吗？就是吴奇慧是霉菌，吴奇慧是霉菌，然后呢，还就是梅谷，好可爱哦，梅谷。不就很可爱吗？美股变得渺小，美股，美股。我真的很不会那种什么读的，我都要背耶。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水产食品中毒较相关的病原菌是什么？谢谢凤凰的音效卡跟监听耳麦，然后答案是肠炎弧菌，然后就记水产食品是肠炎弧菌，就是因为水壶，轻松一点，水壶啊大家。水肠，我真的是没有听过什么弧菌的、欸，这是什么东西啊？创伤弧菌是被割到，怎么那么难啊？我们还要考，光这一本就是有700题，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丙级要考的东西，肉毒杆菌，注射一下肉毒杆菌。强力胶里面有甲苯，这要怎么背呢？很难呢、欸，真的是很难。我真的超不会那种大家觉得尝试的题目，就是不是简单吗？就什么毒啊，没有超难，好不好？什么类过敏？你们知道哪种化学物质会造成类过敏的食物中毒吗？组织胺呢、欸？组织胺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过。好，请张爸爸解释一下，组织胺是什么东西？组织胺是什么呢？好，他没有理我，没关系。他专心在他的麦块世界。组织胺，类过敏，我连类过敏是什么都不知道。类过敏到底什么东西？笔试通过那一刻就对啊，太难了啦。但其实我是不担心我的笔试啦，我比较担心我的煮饭的部分，那个比较恐怖。毕竟呢，但是其实我已经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可能会去考第二次。但考照费还是蛮贵的啦。毕竟我是第一次考这种考试，所以我就让自己的压力不要那么大。我说没关系，没考过，还可以考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我们就考到过。是很贵，要枪手嘛？就直接犯罪好吗？要注意卫生就好。我很怕什么烹调会忘记怎样怎样。
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超不会切丝的，但其实好像又可以。还有鲨鱼，我觉得鲨鱼也很难。鲨鱼真的是我每次都杀超久，但其实正常的鲨鱼最好是要在五分钟内，最少最多最多五分钟内要杀完一条鱼，但我每次大概要杀十分钟。鲨鱼，那个鲨鱼是把鱼杀掉那个鲨鱼。我说就是五分钟以内，至少最多不是至少最多五分钟以内一定要杀完。但是呢，我真的是超不会杀鱼的，我就慢慢用。杀手锏当然是 GGG 吧，因为你就污染啦，污染食物。要很快，因为你要切很多东西。你要用太多东西了，所以你不那么快。好像是洗器具，然后跟切东西，洗器具、洗蔬菜跟切东西，要在90分钟内完成。对啊，很恐怖哎、欸，去那张，我的圣诞 T 上面的血都是鱼的血。圣诞 T 很恐怖。对啊，要从备料开始，你要从洗器具开始，洗完器具之后再洗蔬菜，然后洗蔬菜，洗器具跟洗蔬菜都要备那个洗涤的顺序。像是洗菜的话，就要先从最干净的洗到最脏的，就是要先洗干货，然后再洗素加工，然后再洗荤加工，然后再洗蔬菜。然后再洗肉类，然后蛋，然后最后再杀鱼，就是从最干净洗到最脏。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备好洗器具的顺序。晚上就刷刷就唱，哦，对啊，其实花两秒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吧。电视不是都这样演的吗？切两下，然后从桌上拿起来。好想这样，九蛋要不要去帮忙那个帮忙一下？无法。再写梳子，我就从桌上拿一把梳子，然后就一直拿着。哒哒哒哒哒，对，九蛋躲桌下，然后我就负责切，然后他负责打那个切号给我，而且还要在桌下先切好。看到没有，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好不好？而且躲桌下也太容易被看了吧？躲桌下肯定是会被发现吧？切它也太恐怖了，切它是怎样？人员也这个不好说吧。没有，我们还是靠真实力好吗？什么人员是实力的一种，这话听起来有点恐怖，有点像容易被罚钱的话，被抓去关的感觉。Uber 会把切好 ，Uber 会切好吗？是什么声音啊？而且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笔试考刚好60分，就是刚开始跟我们说笔试不用考太高分啦，我今天在讲什么？台靠刀分到底是什么东西？考太高分，台靠刀分，考太高分没用，所以他就说不用考那么高分。然后他说，如果考刚好60分的话，就要请我们吃饭。我应该要把那个每题都先背好。然后就刚好计算要怎么样考到60分，要凑哪几题的。可爱的一家生协，真的没有关系。正是相信我实力好吗？虽然我自己也不太相信，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请监考官帮忙交，确定耶，旁边超多其他人，他们直接什么意思？
公司考试主管说考70就好，结果及格是80，这也太惨了吧！跟评分的串通好，食物能是这样吗？没有，他们食物是不是好像都会就是会捐给街友之类的？好像是啊。哎，看到 C K 和 M K， 我突然想到我要问 C K 和 M K 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那个，你可以教一下我。你的那个走位影片是怎么做的吗？需要一下，需要这个技巧，我想要把这个技巧学一下。可以教我那个走你的走位影片。你知道什么软体做的？我觉得这个技能是成员都需要的技能。你软体不一样，你是用要花钱的软体是不是？可以钱，我想学免费的。不想当一个免费仔啊！要那个软体要付钱是不是？那算了，我还是当一个快乐的免费仔就好。我现在就是手打握着手打站位表。加班了吧？也倒不是这个原因，还没开始。A video， 操！啊，完全不知道怎么念嘞。A view to you know. 一般有时间走都可以，什么意思？你的软体看起来有够高级的。对他走，然后先跟他爆雷。哎，你接下来要跳的歌曲是写夏雨欣的《幸运四叶草》。好哎、欸，你们下一下公演是很软，可以帮我做吗？没有，我没有要做公演，好不好？公演轮到我来做吗？我们还是手画站位表就好。一秒在这，第五秒在这，第七秒位置在这。可是那个啊，中间的那个移动的过程，是什么？是什么 AE 可以做？但我觉得 AE 很难用的，我到现在还学不会用 AE。我现在还在用那个叫什么、啊、剪影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软体，非常新手入门。外包，接外包是怎样？谢夏雨欣的幸运谢草，其实也是大可不必啦。没有就算了，没有真的就算了。打关键针，真假的？怎么那么神奇啊？签保密协定，笑死！这事情应该是轮到我来做。没有什么问题，我用那个啊，我用剪影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软体，对，剪映哦，剪映，对不起，剪映，好不好？剪映，就是呢，因为是中文，然后其实 A 好像也可以下载中文啦，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英文的。谢谢夏雨欣的幸运四叶草，而且我 A 的是学了很久，没有，其实我也没有在学，就是那种。加加减减，有用。我最近一次用到 AE 的时候是晴热 TP 的时候，是晴热 TP 的时候。你看多久以前的事情？然后再上一次就是那个新演员的那支影片，不记得哦多咯的那支影片也是用 AE 剪的。你好，你好。你好，你 A 一点变 I 一是进化吗？变小阿黄力量训练，而且我一直在想，这健身要干嘛？现在不知道健身要干嘛。而且要四周年嘞，大家，四周年是不是？我三周年有做歌哎，我三周年做是不是？不是，不是四周年要做一首。
谢派了封印，但是距离四周年只剩下16天这样子，最近就是偏忙碌，太忙碌了。给夏雨欣的幸运四叶草。把自己跳磕到一天，但是那个不是就是什么放大缩小之类的。再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不知道就算了，就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很重要，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很重要，这样。这种情对啊，才16天呢。这16天就要4周年了，我的天啊，超级快，超级快！现在已经8月10号了，但在这之前，在4周年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Reset公演。我们这次Reset公演呢，是 Billflower 可以说是 Billflower 最后一次合体的Reset公演，肯定是要看的。对，可以哦。我姐说她可以叫我跑来跑去，我忘记。有我姐了，我姐我姐听起来超怪的，我忘记有我姐了，好啊，好害羞哦，我姐要偷偷看我直播，呆猪弟哦，呆猪弟哦，而且我最近就在设计今年的圣诞 T，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买的一件圣诞 T， 我自己是觉得蛮 funny 的，有趣。可以说是一件有趣的圣诞 T， 希望大家会好好穿在身上。大家等11月就知道，哎、欸，还是10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布。而且其实我还没有交稿，但我还想要调查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衣服到底会比较想穿什么颜色？大家是一件会想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显瘦，还是？白色，黑白白的，大家想要来点比较不一样的颜色，一眼中可以认出来。大家会比较想要哪一种衣服的颜色？感觉也是，也可以粉红色吗？黑色，黑白想这个可能目前没有办法达到，这可能要加钱。这是什么监狱图？还是我改一下我的设计图，我设计图就是那个白色一条一条一条，然后我就要做一个黑色的底色，那就变成一件监狱服，什么意思？日常换也是黑的，哎、欸，哦好，其实也没差，对啊，还只有正面，然后袖子这边还没有，只有这一块。就这一块可以。有真实的，有真实的，就是偏翻你脸，不知道怎么形容，希望大家会喜欢。对，只有正面。胸口还要留一块哦，还要给大家写编号，是不是？完整的 Billflower 了，真的是最后一次哦！想看完整的 Billflower 就只有这一次了，还在三创的这样，真的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啊！因为熊妹是要考什么？她考学测还是考统测？我不知道，反正就考试。然后呢，她回来的时候，啊，搞不好她回来还在 reset， 也不一定。但应该是换新公演了吧？会那么久吗？我不知道，会那么久吗？搞不好也是真的那么久，是大家的最后一次啊，肯定是最后一次，因为熊妹不会那么快回来，因为她是要考试，全最后一次啊。应该说，哎呀，大家会不会误会全员最后一次的意思？全员最后一次是指合体最后一次的意思。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是合体最后一次，这样讲大家懂吗？就是
合体，全员合体的最后一次。谢谢用空瓷盖的枫叶，因为我刚才在突然在想说，熊妹的最后一次跟全员的最后一次有什么差别？想说这两个东西不是是一样的东西吗？就是熊妹的最后一次，就等于是全员的最后一次啊。但是大家的全员可能跟我的全员不一样，那个理解的概念不太一样。对对对，最后全员哦，最后哇、哦，说的非常好，最后全员的一次，没错，最后全员的一次。现在小阿公的枫叶，谢谢你的解释。对，最后一次的草组最后一次全员表演，怎么讲？怎么说？价格有差吗？肯定是有差的吧，怎么会没差？那个 MC， 大家加油！我们会努力，干巴点呢？烟头，来爬山，去哪里没？而且我还想说，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的草组合体，所以想说，感觉表演中也可以加点什么，疏狂爱情啊！我说疏狂爱情吗？没有人会答应，好不好？真的没有人会答应。哎、欸，草组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尴尬，迷音。舒快，请丢石头。你看这个背景是假的吗？怎么会哪里冒出石头？要丢石头也是搬家吧？要石头也是搬家吧？即将搬就嘣，要多恐怖！然后观众直接被砸伤。对，我们会不会？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丢哎、欸。朋友们，接好！谢他偏打的枫叶。不抱歉。哇，没有想到冷笑话、欸，还是就不要讲了。其实也是不一定每次都要冷笑话吧。我就算每个月都丢还是很危险，好不好？这跟四个月没丢完全没有关系，就算每个月都给我丢还是一样很危险。还是很难丢哎、欸、柴柴真的很难丢，你们要自己丢丢看。后面想揭开柴柴超恐怖的、欸、超恐怖。My你们是进场都要先付一个彩带，然后我们看谁可以接到最多观众的彩带，我们就赢了这样。来播一下功能。哎、欸，我们已经17000点阅了，谢谢大家。哈，我讲哈哈，这样太残酷，而且根本只有第一排的人丢到，应该说第一排的人感觉不一定丢到，而且第一排是要往上丢吧，因为如果在三床的话，哎、欸，是要往哪边丢？有点突然忘记三创的舞台长这样，对吧？要往上丢，往上丢感觉更难。
肩膀累也行。肩膀石头我们会被砸死哦，我们是真的会被砸死哦。大家就看不到我们。是否也行了吗？大家有发现就是第二段主歌有特写的人，就是后面的那个你叫什么来着？一镜到底没有出现的人，就是因为一镜到底那天有些人没有办法出现，所以呢就把它拍到第二段主歌有一些镜头在讲什么。然后美玲是两天都有事情，所以都没有办法到。舞台里地有，对啊，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们有很多站位应该都要重排，因为我们原本在舞美就是会有一些在侧边的站位，然后就要回到正面了，因为舞美有侧席嘛，什么有些成员就会去到侧边，但因为三创没有侧席，所以大家只能大家就要回来了。第二天叫美英就一Enjoy! So baby can we go now? 现在没，但我没有跳过，我没有跳过正面的、啊，就是是什么？哦，线上的时候。线上的时候就跳正面的，只是可能有时候忘了这样。之前有段时间没有卖现场票的时候，就大家都转回正面。So baby, can we go now? 前方没有很幸福。待会儿，要来，我不怕打扰。来听一下 ，Make a noise。晚安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呢，什么成员互丢是怎样？就是呢 ，AKB 最近不是最近，就是未来不是要出那个嘛60单，然后叫做久违的纯彩。然后我就有看到，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人在猜那个，网络上有人在猜，就是歌词会怎样，然后就写的真的很像，很像会是有这回事，就什么我久违的纯彩，我什么，总忘记了，什么而你又在远远观看什么之类的，这写的好像。好像真的会有这件事情，我去找，但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现在果酱家的枫叶跟小阿光的枫叶，因为真的是写的太好了，但我有点忘记了。我要找关键字，然后打枫叶，因为我刚才说谢谢他用枫叶，然后就 Google 枫叶。我今天怎么了？枫叶发廊工作室找了枫叶屋送品饮料。怎么了？哇哇哇哇！谢谢果酱家的枫叶。也庄家成的文手礼，
找得到吗？我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算了，可能是找不到。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对，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来，好恐怖哦。因为我最近就是，我最近在又在开始累积一些文章，所以我现在每天写一篇文章，但是我没有要发出来的意思，自我累积。虽然最近真的是蛮忙的，很多为了未来做准备。哎、欸，玩家要为未来做什么准备？该不是干眼、夜眼、谣言什么吧？有，因为前阵子就是有这 report， 我还记得那次 report 的内容是什么，是台语台，然后介绍了歌曲这样。哎、欸，我要讲什么？我被打断了。哦，就有阵子大家都很频繁进公司，然后那个公司的那个入籍就发了说，就是大家最近非常频繁进公司，然后为了六单做准备。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玩笑说，你都在为了六单做准备。未来之中是也没有，是也没有。你制作人还是交给我们林 PD 就好。但我最近呢，是有在想，因为叫什么来着？我不是，有帮，就是第一版的歌词，帮陈思雅写的第一版的歌词。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尝试着把它改成我们四周天的歌，就是用那个旋律。这是一个懒得想新旋律的概念，就是用那个旋律，把它改成四周年的歌词。其实也是蛮适合的，就是有一些，对，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完成最后，因为只剩下16天，然后我可能又会偏忙碌。大家六单都有份，没有错。六单没有人，就跟当初五单也一样。五单呢，我们一直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虽然不是选拔成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就是当大的后盾，大家懂吗？大家那个选拔成员要去前面打仗，然后我们要在他们身后做他们最棒的后盾，吼吼。诗雅毕业季四周年纪念曲，好哎、欸，真的好棒！而且我们说《Go Now》好像也是一首，就真的是只能唱给陈诗雅的一首歌。然后如果未来有人要唱，我就要改成什么“一加就像珍珠，发发就像珍珠，凝结就像珍珠”。以后谁毕业，我们就改词。云雀就像在中 ，C 位 C 位就是你。单曲要不要改 Catch Phrase？ 宝藏女孩在哪里 ？C 位 C 位就是你。单曲他会喊宝藏女孩在哪里，喊完之后大家要记得回应他 ，C 位 C 位就是你。还是我们这一次。乌吼吗？对啊，你说大家都弹这首，改什么？改这个吗？就随便。C 位就是，然后我说张爸爸，唐三藏的女孩在哪里？C 位就是，哎，我是什么？仪仗是吗？仪仗是脾脏，我是什么？你要肾脏还是肝脏？我好像不是那个哎，埋葬，我是埋葬女孩。埋葬女孩在哪里？C 位就是你。
啊，我们这是 reset 的 catch phrase。埋葬女孩在哪里？然后就是巫吼的最前面那一段，就是那一段大前奏，然后干姐就喊，不会在哪里？然后喊追追追你。然后因为前奏很短，所以大家喊超快这样。追追追你，然后喊超乱，没有人听得懂在干嘛。没有，真的不够。埋葬女孩，哎，对我还要手势，干姐。埋葬女孩在哪里 ？C 位就是你。哎，太好了，我没有哎。你有什么宝藏？宝藏总比。我直接埋葬的手语，抱歉。可能会有，肯定会有的吧。上网查的话。那七七是什么？七七什么？还有什么葬啊？宝藏岩，看一下宝藏岩的收益，可能会找到宝藏的收益是什么。啊，完了，他的收益龙导览我真的看不懂，就是他没有对应，所以他只是一直在比收益，无法了解他在比什么，好吧，太难了。好，不知道宝藏要怎么比，算了。宝藏女孩就是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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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晚安大家，晚安。说晚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公司台语台的那个茶叶的那一集好像重新上架，他出了什么问题吗？还他其实出什么问题了，但我不知道，反正他最近重新上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点一下。感谢大家帮我冲一下点阅率，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的不见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重新上架了一次。记账女孩，赊账女孩，赊账，赊账，对，你是赊账女孩。赊账女孩在哪里？还没缴钱就是你。赊账女孩。钱是有钱拿，其实是没有啊，肯定是没有的。赊账女孩在哪里？我的钱才不给你，好爱哦！呀，朱莲的枫叶。那埋葬女孩是什么？埋葬女孩在哪里？原来在土里，埋进土中。千丈，千丈女孩，暴丈女孩，暴丈，暴丈，记得暴丈哦，我要当暴丈女孩哦，我要当坐电车一定要暴丈的暴丈女孩。张法法，我听懂了张法法。听到了，张法法，马来就能看到你。埋葬女孩是父亲，父亲哥是那个吧？埋葬女孩吧？埋葬女孩，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件事无所畏惧。张法现在在玩麦块，是吗？是。麦块好玩吗？好好玩。哇！好好敷衍哇！谢谢庄将神的
We are family. 什么？你要煮东西？真假？有个敷衍，真是世界敷衍。真假？真假？但我玩游戏都会那种，我玩游戏很容易半途而废，就是很，我不会玩那种持久型游戏。持久型游戏是什么？不知道。对，是件偷懒人，就是懒到不想玩游戏。谢谢小阿公的枫叶，枫叶，好笑吗？哎、欸，我今天很棒哎、欸，我今天喝了800cc 的水了，很棒。对啊。对不起，我回到断气少女。断气少女是啊？你怎么还在这个话题啊？我们话题已经过了。因为暴气少女这么简单啊。暴气，我真的很爱暴气少女。而且就是台东元气少女变台东暴气少女，真好笑，所以有那个反差。台东暴气少女。在经典什么？大家好，来这里已经从元气少女变成暴气少女。暴气少女。到底经历了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暴气少女。超恐怖。过气，还没有有名，怎么过气？大姐，大姐是故障女孩。什么鬼啊？怎么会故障女孩？故障女孩。谢谢熊熊的强健体魄。感谢熊熊，天哪！熊熊，你很突然的强健体魄哎，还是熊熊被你按到？我会 TP， 我会好言感谢熊熊，谢谢你的强健体魄，召唤了对，故障女孩，入账，欢迎大家入账，入股不亏啊，原本按枫叶可能是不小心按到，那还真的是差很多哎、欸。过期女孩。但为什么你是湖水怪？地上女孩。上接不接下气女孩。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上气不接下气女孩。差不多，你跳，哎、欸，惭愧。要多长？你跳 Rise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女孩。游戏崩溃什么意思？边喘边嗨。还有什么气？气。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天然气女孩。什么鬼？我是来自嘉义的放气女孩。欢迎跟我一起放弃。好丧哦，好丧，好爱。好的，好，是放弃。岔气少女了。放弃少女。气。我是来自嘉义的哭泣少女。通气，通气少女。姐被没有，姐被抓。他好，我是来自通气少女。暴气少女，杀气少女，脚气。先不要。脚气少女，感觉很臭。神气少女。一麦就放下，但我是放。哎、欸，有人说放弃少女应该念一半就放弃，所以是大家好，我是放弃。
没气少女。没气少女，但但我是上届不见，哎哎，是小气少女，善气少女，没有那个哦，气少女，好棒哦，谁？脾气少女。憋气少女，好爱哦！天然气少女，唉声叹气少女，哎呀，不是唉，唉声叹气。为什么？好像很适合哎，我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幽怨这样子，不想配合。我是。叹气少女，灭火器少女是这样，灭火器少女听起来很摇滚哎，就是有一种乐团感，有一种灭火器的感觉。沼气少女，计时器少女，剩下两秒，体重器是这样，还有什么器？福气，福气听起来蛮正面的。为什么是林杰星？为什么林杰星是灭火器少女？大家好，我是灭火器少女，给大家听2022年的国中生大国哦高中生大合唱的毕业歌。哎，我们 Go Now 的上传时间刚好是在一个毕业季。是不是还不错、啊？就是一种蛮毕业的感觉，刚好在毕业季的时候上场。高云姐，我是来自斋的淘气少女，好讨厌，好淘气，那是淘气，那是淘气，太淘气了。我是紫薯里的淘气少女，对，对，毅力气少女。毅力气少女，毅力气，磁力下去，你们知道吗？毅力气，磁力下去。张学友不会用到。没有，但是呢，毕业歌不知道什么是八月才上传，真的。大家现在上网查毕业歌，就会发现毕业歌都是这两天，这一个礼拜开始在上传。像这首歌是8月7号上传的。就5、6月毕业，但是呢，我们毕业歌通常都非常的晚上传，所以我们刚好赶在一个毕业歌上传的时候一起上传毕业歌。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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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六一七就是大家好，我是七七少女，还是蛮适合的。但是我七七七七少女很适合刘晓晴，怎么会这样？好啊。有人的母校毕业会选 Go Now 吗？但 Go Now 就很诚实呀，就是其他人。会吗？大家会有共鸣吗？不然对这首歌是会有共鸣的吗？哦，七七七七少女，哒哒哒哒哒，贵格氧气少女。遗弃少女，被遗弃少女，哎，
回来这个话题，不是某一次直播也聊过吗？我们总要回来这个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就是非常的好聊，蛮好聊的一个话题。突然气象真的很好笑。一起走吗？这你可以拿来用吗？这次该哪一次？这次是哪一次？你说还是你说抱歉哦，这个朋友这很多都不能用吧？不是，重点是这次还有线上哎，有线上我就不能乱讲话好不好？我们不能随便那边买一张票吗？重点是因为有线上，所以我们就不能乱说话。阳光空气玩家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哇哇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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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下你的泪点，剩下一点点的风光。原来我是生命三元素吗？哇哦！玩家是赞叹，哇哦！谢谢，哇哦！谢谢。那我真的是非常感到荣幸，很帅，谢谢。那真的是谢谢。那真的是谢谢。想知道剧组都吃什么？剧组都吃什么？对，设计题目超简单。感觉不如。感觉。剧组都吃什么？好吃吗？不一样啊！蓝色汉汉，蓝色汉汉什么？但小肥真的是。哦，他们有供早餐。因为我们今天很早。是，真的很早。番茄酱真的是很早。跟 TP 的比没有，但 TP 要看耶， TP 有时候就很好吃啊。TP 如果订小肥就很好吃啊。我们派咪就会有早餐，就是你要看工作时段嘛，你早上工作就会有早餐啊。是哦。对啊。啊。啊。真假？虾便当，虾便当好像我们也蛮常吃池上，我们蛮常吃池上便当的。我们演唱会
那一天是吃时尚，哎，不是彩排，彩排是时尚，但我忘记当天到底吃什么。但那个餐盒，我们演唱会那天的餐盒真的是蛮好吃的，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间，是一间很好吃的餐盒。起床第一餐就是吃，就是早餐，没错，有道理。晚上四点什么？下午四点起床，就是四点的早餐。排骨汤，苏嘎，排骨苏嘎。感觉教我台语。苏嘎。你不需要反的吧？是你要教我们吧？苏嘎。教我们。你懂啊，苏嘎。三姐教我泰雅语，嘎鲁，嘎鲁，罗巴苏嘎，罗巴，罗巴，那我叫罗巴怎么讲？罗巴嘎鲁姆，罗巴，哎，你好烂，罗巴，你好烂，怎么会这样？爸爸比你强？对啊，怎么这样？怎么这样？罗巴嘎鲁姆，罗巴嘎鲁苏是吗？罗巴嘎鲁苏，嘎鲁姆是什么意思？我是罗巴。泰雅语的那个海鸥，不不不不，真假的？没，什么？泰？我去，不是《海底总动员》的那个海鸥，不是买，我等我，我泰雅语的不。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名字叫罗巴，罗巴嘎鲁姆，罗巴嘎鲁姆。为什么我的名字叫罗？就是罗巴这个名字是林婷丽帮我取的泰雅语的名字。他说，罗巴的意思是村里开朗的女生，是吗？通常会在。对，嘎鲁是小黑炭。他这么取完名，然后一直给我笑。嘎鲁嘎，而且我们说，真的会有人名字叫嘎鲁吗？然后他说：“呵呵，不会啊。”你很虚。这样没有，它就是个名字，就是它的意义。就通常取这个人，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人？就通常取这个名字的人是，就是好像会在酋长的女儿旁边的一个人，就不是酋长的女儿，就是他们是那种主角旁边那个很开朗的那个女生，好像是这样子。这叫做罗巴，罗巴就是我的泰雅语名字，罗巴。然后嘎鲁姆就是罗巴嘎鲁姆，就是我叫做罗巴。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罗巴嘎鲁姆。钢铁嘎鲁鲁，这是什么？钢铁嘎鲁鲁。阿碧呀。你脑袋是竹节虫吗？你脑袋是竹节虫吗？脑袋是竹节虫，听起来很可爱耶。哎，我真的是没有看数码，我只有看神奇宝贝。什么？我是老爸。我是老爸。刘小七也有一个名字，但我忘记刘小七是什么。他是。干什么？等一下，我想起来，等一下。最漂亮的那个，他是最漂亮的。对，最漂亮的，他是刘小七最漂亮的那个。我知道阿丽是金手机。
来。你叫伊娃？伊娃。什么傻运？傻运，廖晴叫做廖晴叫傻运，傻运就是最漂亮的那一个人，通常叫做傻运。一个村里，一个村里最漂亮的通常叫傻运。傻运，傻运嘎鲁姆。然后就是我叫罗巴，罗巴嘎鲁姆。对，春花，春花叫傻运。小院旁边通常是对，小院旁边通常是楼霸，其实楼霸通常是，好像是最漂亮的那个旁边很开朗的女生，好像是这样的样子啦，听说的，听说。对对。学日语很难学吗？你怎么会问我？因为小阿公的枫叶，表示我是国民二推的角色，好吗？我是专门国民二推。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二推我。组长刚有说，组长叫什么？阿丽啊。阿丽，哦，阿丽叫做组长。阿丽，阿丽是组长，好酷哦。阿丽。修罗将领的力量训练，都是国民头发，国民头发听起来蛮奇怪的，不知道什么。哈哈，我是国民头发。28分，我来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可以宣传。最近好像很多可以宣传，但好像没有。谢谢小哥的力量训练。好，我开始宣传。就是呢，首先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6:30到晚上7:30，在恭喜大一台的脸书粉丝专页会有修行的细节纲的直播，大家可以去看。会是因为第一季结束了，收成出行第一季刚才第一季结束了，所以会有个映后的直播在脸书，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再是公演，我们的 reset 公演在8月21号，是 Bill Flower 最后一次的合体的一个公演，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来见证我们最完整的一次。最后一次那么完整了，就这个时候，下一次就会缺一个人了，没有错。然后还有什么？那个8月份的升血是穿了奇迹也赶不及的衣服，是第一次穿奇迹也赶不及的衣服，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喽。可以拜托大家支持一下喽，可以收藏，是一个蛮好的收藏品吧。很少穿，也不是很少穿，应该是因为以后也不知道剩几次会换 UNIQLO 吗？我不知道，反正呢，可能也是永远不会，可能换也不会换我这首，对不对？可能是大家唯一一次看到我穿这件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的这样子的收藏的一套身体针。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宣传？好，差不多喽。下次的直播时间应该就是。是欸，怎么会有红包？礼拜一的什么来着？8点，就是一样是那个让你动起来的直播，让你动起来。然后一样应该会提早个10分钟到20分钟开播，所以 maybe 会是7:40到7:50这样子，大家可以。提早10分钟再看一下我，他结束了耶，但我的体脂有没有降？因为其实家里没有体脂机，然后
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到底有没有这样。对啊，所以我就看到老公这种了，没有，不知道他最后就是真正最后一次公布成绩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欸。哎，两只老虎真的蛮好笑的。两只老虎，怎么会突然想到？蛮神的，自己觉得自己蛮神的。怎么讲？晚安大家，晚安。老胡会唱歌吗？他最后是会唱歌吗？谢谢元气的枫叶。好，那我们差不多来念一下吧。哎，请问熊熊也要什么奖励吗？是奖励哦，熊熊，因为你不小心丢了一个好像厉害的礼物。那我来念一下排名，第一名是熊熊 Cocadrizzle， 谢谢熊熊 Cocadrizzle。第二名是庄奖陈宁姐9987 Cocadrizzle， 谢谢庄奖。中奖陈莹姐 ，Congratulations！ 第三名是小阿公 ，Congratulations！ 谢谢小阿公 ，Congratulations！ 第四名是黑杰克 ，Congratulations！ 谢谢黑杰克 ，Congratulations！ 第五名是 Miso，Congratulations！ 谢谢 Miso，Congratulations！ 第六名是 YC，Congratulations！ 谢谢 YC，Congratulations！ 第七名是 CQMK，Congratulations！ 谢谢 CQMK，Congratulations！ 第八名是草莓酱 ，Congratulations！ 谢谢草莓酱 ，Congratulations！ 第九名是 River，Congratulations！ 谢谢 River，Congratulations！第十名是阿纯 ，Congratulations！ 谢阿纯 ，Congratulations！ 第十一名是修罗降临 ，Congratulations！ 谢修罗降临 ，Congratulations！ 第十二名是 Linta ，Congratulations！ 谢 Linta ，Congratulations！ 第十三名是普拉斯 ，Congratulations！ 谢普拉斯 ，Congratulations！ 第十四名是 Gabi ，Congratulations！ 谢 Gabi ，Congratulations！ 第十五名是方 ，Congratulations！ 谢方 ，Congratulations！ 谢阿纯的偶像海报，感谢。谢谢。中张成姐的钟情玫瑰，感谢唱生花歌唱唱生日，那肯定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我最擅长唱生日快乐歌。我来请出我的伴唱。Baby Bus， 买听 Baby Bus 的。Baby Bus， 等一下。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beer Happy birthday to beer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beer 那就会一整年都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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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熊熊生日快乐！祝熊熊生日快乐！祝熊熊生日快乐！祝熊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beer！ Happy birthday to beer！Happy birthday to beer！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Pierre， 生日快乐，祝小熊生日快乐，祝小熊生日快乐，祝小熊生日快乐，耶、yeah, ，生日快乐！许愿，许愿，许愿！哇、哦，第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第三个愿望，恭喜你！啊，吹蜡烛，一二三，耶！你有在等熊熊的？希望世界和平，耶、yeah, ！世界和平！谢谢小公的掌声鼓励。下周才不是下周。谢谢乌日日的掌声鼓励跟 QQ 的枫叶。祝我们熊熊生日快乐！哎，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蜡烛，就是我们宿舍有一盒这个蜡烛，那我上次才浪费了很多，也是浪费，就是拿出来玩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排成了爱心，我们还用蜡烛排成了爱心的形状，排成了爱你的形状。手都准备，我到了。这是我送给爱人抽什么鬼啊？哇！谢谢！天哪！谢谢熊熊的超大包红包，怎么会有寿星送礼的问题？怎么会有寿星送礼的问题呢？谢谢熊熊的红包，我会有红包可以送吗？熊熊都送了，没有，抱歉啊，洗了。谢谢熊熊，花钱交灾吗？谢谢大红包，感谢，谢谢阿成的麦克风，感谢大家。保护费，我替大家，谢谢大家为我们那什么累积肌耐力。上次要发乖乖，熊想要发乖乖软糖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蜡不小心滴到电脑上，再玩啊。好了，一点点而已，没事没事。再玩呢、啊？Happy birthday to you。擦一擦。好的。跟大家说拜拜啦。让我们带着希望的烛火跟大家说再见。黑杰克就放晚安，黑杰就放晚安，日本就放晚安，阿卡就放晚安，蔡马顺就放晚安，外加的就放晚安，尹就放晚安，天冷就放晚安，黑杰克就放晚安，小刚就放晚安，欧一暗就放晚安，小熊就放晚安，方就放晚安，谢方的枫叶。圈命就放晚安，阿卡就放晚安 ，River 就放晚安 ，YC 就放晚安，老夏就放晚安，乌宇就放晚安，方就放晚安 ，CQMK 就放晚安，每天普当葡萄土就放晚安，浩一就放晚安，蔡马逊就放晚安，阿纯就放晚安，古早古早 ，VVVA 就放晚安 ，Pat 就放晚安，逸晨就放晚安 ，OEAN 就放晚安，尹就放晚安，九蛋就放晚安 ，YC 就放晚安，大家拜拜，让我们催眠，耶。拜拜！电视谢柠檬交换晚安，杨凯娟交换晚安，大家可以去看高韵觉的台，然后礼拜五的晚上在公视台语台再会啦，拜拜，无事。